长。你说的这些全上海都知道。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在洗手间的水箱里。你知道活着从这出去的几率是多少吗？是0。那你还那么高兴？能和传说中的秦武一起工作，死而无憾。我以为你就说说而已，你还真把自己调到西安去，这什么呀？什么新生活？新生活运动，这工作有什么意思啊？新生活运动是委员长提出来的，大多数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，可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认为，行了，你甭在这找借口了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想离开我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的确，我想回西安。是因为婆已经85岁了，她一个人待在西安，西安政局现在又那么乱，我真的不放心。你可以把婆接到武汉来呀，我又没说不让。婆85了，你让她从西安到武汉，这么一折腾，这说得过去吗？第一个水箱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骨头。我叫骨头。骨头。我叫吴仲明，记住了。我要上厕所，先生等一下。伯英，哎，你怎么在？现在没有孩子，我和你一样都很着急，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是，你是没有怪过我。那每年过年过节回西安的时候，婆婆都是抓着这件事不放吗？婆年龄大了，她想看到武家香火的延续，这也很正常，可以理解。再说你也知道，我们家的情况又比较特殊，弟弟中名19年了，毫无音讯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哎，你就这么断定我们无后啊？我告诉你啊。 我在听，听电话去。哪位？老五，我是陈克。陈克兄啊，别来无恙。老五，你说话方便吗？请讲。我晚上抓了一个共党，如果现在他不是关在龙华监狱里，我真会以为自己见了鬼。 你是说仲明？火英，你还是要有思想准备。这个亲武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他是中共上海共党的骨干，威震上海滩的4把枪之一。南京方面说了，如果他不投诚不脱党，就地枪决。 仲明，19年过去了，你怎么和我长得还是一模一样？ 我这些年经常做同一个梦，梦到我们俩再见面的情形。今天终于见到了，哥，您这是有来有往嘛？你给我面子，我怎么不能端着吧？我真糊涂了。哎，人是你送来的，现在又要我照顾他，哎，早知如此，你又何必送来呢？说的也是。不过，抓人是职务决定的。 探监是人情决定的。仲明，你抽烟吗？我不常抽。你结婚了？ 对，都这个岁数了，哪有不成家的道理？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我忘了，我能理解，你不愿意想起过去的事情，不过没关系，等你出去了，我们一起回西安。等见到老婆，给爹上坟的时候，我想你一定会把你心里的苦都说出来的。哥，你就别自己骗自己了。我知道这回我出不去了。仲明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你有两条路可以选。第一，脱党；第二，投诚。还有第三种，去见爹。到了那边，爹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打骂由他。听说您还经常去看望老太太，谢谢了，杨主任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，我等你的消息。陈克兄，久等了。别那么客气，你刚才和谁通电话？杨主任，就是杨虎城杨主任。对。我想让他帮忙跟于右任先生说一说，不知道能不能起上作用。我现在也只能求杨主任了，这不是刚让他找了最高法院的院长。我听说小开这几天也在四处打听关系，想把他捞出来。你说的是哪里的小开？小开是个代号，中共特科的高层人物，此人很有能量，与两陈兄弟还有徐文增都有往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那个小开愿意帮忙，仲明就有得救的希望，对吗？陈克兄，你说的那个小开，如果真的是著名的上司，共产党应该也会有一些人情味吧？也许他会帮这个忙呢。你能不能帮我说说？我说你真敢想。不管怎么说，仲明是在替他们卖命啊！我到哪儿去找他？他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这样吧。明天你再催催杨主任，叫南京方面快一点。夜长梦多呀，新舞太出名了，我怕有人会惦记上他。对不起，走错了。没错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位先生，你是小开。仲明从前和您是同事，而且也一直在为你们工作。我想，你们不会见死不救吧？吴先生，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营救。这次来找你，就是希望你能和我们联手，共同想一个办法。吴先生，你放心。秦武是我们非常好的同志，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。既然这样，咱们在营救秦武的这件事情上，劲儿要往一处使，明白？我会的。营救秦武的行动自此展开。武伯英利用武家的世交，小开利用在国民党上层的人脉，陈克利用党调处的内部关系，上下奔走，争分夺秒，为秦武争取最后的希望。你明天去监狱。交了保金，人就可以领回来了。南京方面跟上海党镖处打过招呼，保释文书明天就到。 多谢。秦武是我们的同志，就是没有你，我们也会鼎力相救。再说，杨主任那边的关系也起了很大作用。南京巡视员齐北突到一中，形势更加复杂。特派员，您今儿打算审哪位啊？最近有没有关进大鱼啊？ 没有，都是一些小鱼小虾的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。这是谁呀？秦武。那秦武也是小鱼小虾？这他不是。那南风吹来清凉。 那夜莺歌声凄惨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。秦先生，跟我走一趟吧。 送你个礼物，再给你一个。 此人一直没有招供，是，为什么没有处决？他是要犯，要到南京的处决令。你告诉典狱长，尽快安排处决。南京方面的处决令，我会随办。是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想先不回武汉，等仲明出来以后。 我想带着仲明先去西安看看婆，顺便去新运会报个到。这么说，你还是决定调回西安了？对不起，又让你伤心。喂，怎么样啊？秦武的释放书已经发出去了，明天就会送到。什么释放书？ 谁签发的？徐恩增处长。糊涂。熬着吧，熬过明天，你的事就大功告成了。对啊，等明天仲明出来了，一定要好好庆祝庆祝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件事儿。来的时候接了徐恩增处长的电话，人放了。 有些程序还要象征性的走一下，让他再写个东西。当然不写了，什么自白书？我没什么可自白的，我的话早就说完了，要杀要剐随他们。自白书，啊，说是走个过场，你怎么能信他们呢，哥？他们什么时候说话算数过？啊，你自白书写了，认了罪，他们当即就反悔，你知道吗？一纸自白书。 和一条命哪个重要？我知道。写了自白书就像丢了灵魂，像行尸走肉一样的活着，我不干。老五，怎么样？他同意了。看样子，让他写自白书是不可能了。 既然他不愿意写，我替他写。徐处长，徐主任，不会是没地方吃饭吧？给齐主任加个座，添副碗筷。是，不必了。属下确实没有吃饭，因为事情蹊跷，还顾不及吃饭。徐处长，借不说话。 什么蹊跷事，让齐主任连饭都不想吃了？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的秦某，听说是徐处长签发的释放令。不错，此人原来是共党要犯，但他已经幡然醒悟，悔过自新。此人万万放不得呀！他是上海有名的4杆枪之一，我们有多少特工精英和投诚要人，丧命在他的枪口下。 此人不除，不足以平我同志之愤满。你说的这些我都考虑过。杀一个秦武多容易啊，一枪就够了。可是放了他，把他的自白书昭示天下，这可是对共党的一种侮辱。这个作用是杀一个秦武所起不到的效果。徐处长说的不错，可是秦武根本就不可能按照你的想法去做。 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。放心吧，南京政府里不止你一个齐主任在为党国操劳，我还有客人失陪了。仲明，仲明，没事，仲明。 你只是睡着了。等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怪我。没关系，你完全可以直视你的灵魂。仲明，分别了19年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有理想。 有激情、充满活力的弟弟，我真的很羡慕。我怎么能让你死呢？只有活着才能实现理想，你明白吗？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。明天你也许会怪我，但我无所谓，因为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。 最痛快的一件事儿。 处长，老五发烧了，你送他去医院看看。知道了。 你快点回去吧。哎，好。跟谁也不许说啊！主任，到了。 去龙华监狱，地狱的灯在闪。我唯一的温暖，忽明忽暗。蓝，此刻也许你和我一样难以入眠。孩子，今天是你爸最高兴的一天，因为你爸找到你的叔叔了。不过，你爸还不知道有了你，他要知道有了你呀，他会更高兴的，说不定一激动还给你写首诗。 把人带出来，就地枪决。是。你就请我吧。我是请我。穿上鞋跟我们走。去哪儿？ 去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写自白书。别啰嗦，快点！我真的想好了，赶紧的，快！快点！我前几天只是一时糊涂。赶紧的，走。就像一盏灯，照亮了我面前的路。它告诉我，所有受压迫的人都应该联合起来，才能改变这个世界，才能改变个人的命运。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共产党，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，我信奉它。 武伯英从弟弟身上看到了一种追求民族幸福和国家独立的力量。弟弟那双释放着自由、解放光芒的眼睛，让他感到自愧不如。在这一瞬间，除了油然而生的偿还弟弟生命的念头愈加强烈之外，他更加明白，只有像弟弟这样的人活着，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才会有希望。我到了。 我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，我哪想到你在这儿啊！哎呀，你赶快回监狱，别节外生枝。好，好，好。待会儿你就知道了，钱主任，是这样的，原本我只想再提审他一次，可没想到秦武想越狱逃跑，我只好将他一枪毙命了。行了，老秦，这种话的真伪你比我清楚。不，我没有欺瞒您的意思，只是操之过急了。下来吧。 你给我选的这地儿不错啊，我也不想这么做。我为什么穿着我哥的衣服？想知道吗？我为什么穿着我哥的衣服？我哥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哥已经死了。 就在昨天半夜，那个特派员把他当成了你，给枪决了，枪毙了。把他当成了你，给枪决了，枪毙了。走，打死你！听我，我也不想这么干。 要是老五在，他的事情我铁脑子也得干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他不在了，我也没有顾虑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不能把你送回监狱，我只能悄悄的处决你，免了后患。这样对你、对大家、对我都有好处。你快点。 我现在就成全你。 国英，我对不住了。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珠儿，我只知道，他们那大不来的人，每次都住在你哥同样一个地方。就是上海饭店呀。 秦武的事儿，很遗憾，这是我哥，哥。 我不会让你就这么白白的死了。下令开枪的人我已经找到了，不让他以命抵命，我绝不会谢恩。 你要回西安？我不回。没脸见我奶奶，就以为你哥哥不在了，你更应该回去照顾奶奶。可我的任务在上海，上海你是待不下去了，你必须活着离开上海，这是组织需要。听我啊，在以后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情报工作的重点。 在西安，老窦，往后我们就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。处长，您放心，这件事的轻重我清楚。秦武的尸首火化了，我们就算是销声灭迹了。老窦，往后我不会亏待你。 我跟我哥根本就是两个人，我怎么去冒充他？万一暴露了怎么办？我牺牲了无所谓，可组织上呢，会给组织上带来很大的损失，我不能负这个责任。你的担心呢，组织也考虑过，所以我们马上调动各种关系，用最短的时间，把你哥哥的有关资料全搜集上来。好，我得先杀了那个特派员。 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性、纪律性啊？我不能让我哥哥白死。好啊，好，你去吧。你现在就拿着枪冲进南京政府，把那个特派员杀了，把蒋介石杀了，把所有的反动派你都给杀了。我哥替我死了，我凭什么替他活着？小 K， 你给我回来！你他妈说的轻巧，你去试试。我哥替我死了，你让我替他活着，我不干！你杀了我吧！啊！